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哦，飞机哪里啊？给他们列车启动。在这里，拜托所有嘉宾的出损的安全规定。把我掰，我们的头盖子拔掉，所有观众朋友，千万不能伸出了车外，以免发生危险。这里不能站在这上面，以免我们列车紧急刹车啊，不能跌倒。我们列车的停管才能够安全上下车。以上就规定啊，在这里，拜托所有嘉宾的出损的安全规定。我们这个列车呢，左手边，左手边是修车厂的工管以及制糖工厂。等下我们回程回来，也可以来参观一下新福糖厂的制糖工厂，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日常生活所吃的糖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今天的行程由我们长居出发，经过双水路、海之路线，沿途可以看到各种农村，经过旧浊水溪。也就是西文所称的东罗溪，到溪头乡浊水镇，里程大约3.5公里，来回大约7公里左右。我们这个林正门右手边可以看到这个生态池，右手边那一座生态池，生态池里面有很多的鳄鱼，不用怕哈，是非常饿的鱼哈。右前方你可以到贵石料金，非常方便，60块钱硬币，好像可以吃个活动来。这个人家喂食漂亮的经理，我们这个人左手边可以看到这个多功能广场，多功能广场每个台车功能共用都不一样，每个台车都有这个计算牌。这个人左前方亲子草原区相当漂亮，等一下我们回程回来，欢迎我们家长，也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做亲子活动。我们这个人左呢，右前方。这里下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的烤肉区，欢迎我们观光旅游的家庭聚会，也可以选择修车厂烤肉区来做这个定制的聚会。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嘉宾，我们来做一下手运动。好，这边挥挥我们的小手，向左两旁行人表示心意，感谢他们，让我们列车先行通过。好，一边挥挥我的小手，向左两旁行人表示心意，感谢他们，让我们列车先行通过，挥向大家，好，一边坐车好不好玩？好玩哦，威斯大官之孙呢，哦，够交通管理呢，院长级的礼遇哦，开玩笑。好了，再过来，咱们右手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跨线的车道，右手边跨线的车道就是来做这个自行车、脚踏车和自行车车道。在这里，欢迎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如果对这个自行车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西湖糖厂，骑着这个自行车，你可以跟我们小火车比赛，看谁比较快。我们来宾认为脚踏车比较快，还是火车比较快？他打车个劲，回家个劲。现在当我们游客当然这个时速是由交通部来规定，时速在15公里以下，速度相当慢，也可以说是低铁的观车，慢慢鸟，慢慢晃，慢慢的欣赏到我们左右两侧整体风光。我们嘉宾，我们今天来到西湖小镇，西湖小镇属于农业大镇。早期西湖的市场，我们台湾省它有蝉联10年，都是第一的记录。在当地最大蔬菜，我们好吃的这个韭菜花、青葱、高丽菜、花野菜等等这些农作物。而这一蔬菜在整个彰化县境内，大概有500公里左右，是火车铁轨，以及100站的婚车车站。当时的交通运输工具可以说是都靠台糖婚车做的交通工具。台湾公司在民国41年的增设这个南北线这火车铁轨，从屏东
到台中，为屏东到台中，后在台中这里过到飞车，这里地铁路，这东西呢就能进入进城，到了咱这里华侨城，龙尾过来在这这边，咱这边所在这条地铁路，这里呢就能进入所在城，阿咧空啊空，摇啊摇，空到这边呢。国家高雄更很多人的话然后当时我们台湾的经济基础都是靠台商公司外销厂的赚取外汇，所以公司企业占74%都是靠台商公司外销厂的赚取外汇。从修道场到高雄港来回大概要3天2夜的时间。为什么要3天2夜的时间？它从修道场到高雄港要一天，还要装卸货，先要沙场卸下来再装饲料。为什么要再装饲料上去？因为早期修道场这边有养这个猪只，大概有7万头的猪只，所以装卸货还要一天，再做2天的。从高雄回到西湖还要一天，所以要3天2夜的时间。一直到民国62年，在台湾公路铁路道再来停驶这分车，一直到民国68年再来拆除这个旧桥那条上这分车铁轨。而这里全家的嘉宾，我们火车的靠右行驶，它的靠左行驶，火车行正边行倒边，行正边的右手，好了，行中的嘛右手啦。喂，我们嘉宾，我们开向右手边，有看到条线路？有看到哈？那我们现在靠哪边？靠后边。刚刚跟我们嘉宾的报告，我们这一班列车什么？加班车，对不对？加班车一定会看到什么？会车。等一下我们要来会车。火车相残哈，不是相残会车啦，右方来车要跟我们来会车。等下邀请我们什么嘉宾？像我们最优美的知识排出来，跟我们右方来车，互道新年恭喜。驾车别哈，他在不来回车，他回车当中有点哈安全的安全的，手头千万不要伸出去我们车外，为了我们安全，这是春节期间才能够看得到会车，那对方来车即将来，即将跟我们会车来这边交会，那来来看些啥一步哈，好，预备了哦，进驾站哈，来了哈，小帅哥来了，来了，进驾来了，火车来了哈，大家新年恭喜，大家恭喜大发财，好运旺旺来。大家新年快乐，大家恭喜发财，猴年行大运，好运当头，好运旺旺来。大家恭喜，大家恭喜大发财，新年快乐，大家恭喜哦。你有赞吗？赞啊！你讲五分车，但是公司五分车直接，我们嘉宾，我们今天所搭乘的什么火车？5分车哈，5分钟一班吗？当然不可能了，刚刚不止等5分钟哈，我开玩笑哈。好，我们嘉宾，我们来试看一下右手边，右手边有没有看到两只铁轨？驾修边或能给听一下我驾修边，有没有看到哈？这是两只铁轨，它的轨距全都在内径，台的公司就是76.2公分。我们国际标准是143.5公分，大约是国际标准的一半，大了一半的台语啊，这种分，行业总共在1.5分，为了今天做这些台能给广告一下。那目前在台湾省，以台湾公司分车北去，还有换的就是我们经常搭乘的这个台铁，在第二号下去的话，它的轨距是106.7公分，它还是我们国际标准的7分啊，所以台铁属于7分车。那比台铁轨距还要宽的，就是我们这个高铁准级，这么国际标准，它的轨距是143.5公分。那早期以台湾公司分车轨距，还要载的是早期是采购的是3分车。那么来这门左前方，我们来地方看到一大片绿的蔬菜，八家可以吧？今天上菇菜灰哈。这个菇菜花哦，在咱当地种五偌济啦，种500-600架尔啦。咱好一个这个菇菜花哦，咱的农民最辛苦的，爱做啥？伊就来采取这个菇菜花。我讲，你要袂做的时候，大家点个到什么点会，到时候采取咱所
结界不拆规。不但说结界不拆规，而用朗钢拆修，用人工拆说，一支一支的拆说，相当辛苦的。我们说这个韭菜方，我们嘉宾有没有吃过韭黄？北部菜或者叫北部菜吧，有吃过哈？为什么有这个韭黄产生？就当我们这个韭菜如果收成过哈，从它的头部切除，铺盖这个黑色网子，铺盖这个黑色网子，预防太阳光的照射，越乌越白越漂亮。专业铺盖21天左右时间，到我们市面上好吃的韭黄。我们这个雷专门做前方，我们来听听看，绿色网子围起来的竹竿所搭起来的，里面在种什么？来这个现场。答对了，看不到哈，既有全部的番茄，就是我们左前方，等它长大你会看到小黄瓜，等它会结果，再过一阵子就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具有全部的番茄，看不到，因为在我们左右两侧都是属于这个私人的土地，所以一年四季来到修道场搭乘买一趟回吃，所看到的蔬菜水果种类都不一样，所以在小朋友出来户外走一走，你们才能办个户外教学旅程。好了，来宾，咱这边说最近请收较早，较早咧做啥？做工食哦。啊，即摆咧，哦，做咧大家做笋菜，能看别人的土地吼。那个做工食是做红工食，这两个白工食。红甘蔗制糖举手，红甘蔗制糖举手，白甘蔗制糖举手，白队获胜哦，白工食。最近点看无的白工食来见证哦。这白甘蔗团队较高，大概在20至25度左右。上手可能甘蔗是红甘蔗，红甘蔗它的糖度还在10至15度左右，可能你们的砂糖叫硬邦邦的白甘蔗之糖。那请教我们嘉宾，甘蔗种多久才能够采收？不要猜哦。我们嘉宾家里有种甘蔗的，请举手，小弟按三个赞，等一下分享三个赞。甘蔗见网路，不要猜哦，帅哥。啊，阿妈今年啊，阿做健康食无？有哦，恭喜哦，啊我送你好无？哦、我袂讲嘛，我三十几啦。哦，这八个公斤袂袂哦，36。哦，答对了。甘蔗要种一年4年半才够采收来制糖。因为嘉宾来分享一下种甘蔗好处。种甘蔗能够怎样？绿化环保，空气又好。因为甘蔗属于禾本科，吸上就吸，碳力超强，空气非常棒。甘蔗的饲养量大概稍微缩小4.6倍，所以空气非常好。种甘蔗能够象征什么？啊，种甘蔗象征什么？肥料。节高升。欢迎我们嘉宾，家里有电话也可以多种点甘蔗，能够来降低我们的地球暖化，所以种甘蔗好处多多。最后呢，右手边可以看到白色环布所覆盖的海内的现场，草莓、香菇也不对，还可以哦，小树苗以上，不得了，美女答对，我也送你好不好？哦，开玩笑哈、哦，先生在这里还开玩笑这样吧，开玩笑哈、哦，见不得了哈，渐渐现在温室的不得，室内的温室不好，室内当地的室内温室不好，盛产期在咱们国历4月份左右，在当地室外的就不好，盛产期在我们暑假期间国历6、7月份左右。好，我们嘉宾，我们现在即将来经过是旧出水机场，也就是新闻所在的东摩西，东摩西也是这边的自然生态区，当然 OK。咱来宾，咱大家坐也好，咱唱也好，咱即摆准备要来过桥咯，坐火车过桥吼，真正赞吼。这个桥啊，这个桥长度大概有110公尺左右。专门右前方，这边正。左前方，低头向低头用。你那里有标语，老标语就是那里叫的西湖镇，因为这里是三江镇啊，三江镇的标记处。然后在这里，专门左右两侧沿边，也可以看到有跨界这个车道。那不来做这个自行车、脚踏车和自行车车道。司机就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摇晃，现在已经晃到这个地头天，到这个朱水镇。这个朱水镇是修道场早期甘蔗种在非常重要的朱水镇，这个通往西周王宫汉堡啊，这个记录。从新要到这个高雄港的话，就要经往这个西周线，经往这个旧西螺大桥，一直往南，它可以到这个高雄港。等下我们列车停稳，我这一班下车，把列车停稳，那安全堵车，那在后方开窗的车厢。
进换车道。这个火车头它叫变换车道，啊，到了变换车道呢，就是靠咱正手边天桥边啊，一个发动机乌边亮军、黑白蓝军，我们给到转色器，一半黑色，一半白色。黑色在上面转侧线，白色在上面走正线，黑白之分比照转侧器。这个转向跟台铁一样，差别在哪里？台铁比较先进哦，自动化。台的公司呢，维持手动啊来切换。而台内的车铁棍在这安转路车，有的人转台内的车铁棍在这安转路车。好，咱来宾哦，咱等下大家休困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咱来宾会当来行行，还是来翕相做着经验，还是来拼经济哦，欢迎大家出来。好，我们嘉宾，我们这边休息十分钟。要往内开，我把它，好了，可以。